大家好，我是 B 毕书尽，今天为大家推荐的歌曲是我的新专辑 Come Back to B 里面的一首抒情摇滚，叫做《流星飞过》。那这首歌曲我觉得很适合跟情人、跟朋友们一起分享，因为我觉得这首歌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很有挑战性的一首歌曲。那希望大家多去 KTV 点一下这首来试试看一下，推荐给大家《流星飞过》。